考下各位小小博物馆 KOL， 假设我哋揸车上太空要几耐先到呢？俾三个选择大家 ：A 100年 ，B 10日 ，C 1个钟头。有3秒时间，大家一起动下脑筋估下咯噃。3、2、1。太空咁远，一定要100年啦。唔使啩，10日好似合理啲，去长途旅行咁。我就一定冇咁简单啦，1个钟。啊，冇错，其实1个钟咧就到噶啦。咁快？系啊，其实太空咧冇我哋想象中咁远噶，佢同我哋地面嘅距离只不过大概系100公里嘅啫。咁如果我哋可以揸车以时速100公里嘅速度咧，向直线向上去嘅话咧，1个钟头咧就可以由地球去到太空噶啦。希望将来我哋都可以到太空旅行啦。好啊，我哋一起探索未知啊！